大家好，我是胡夫汽车，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DP01，它是 Keola UT 的，最近电影第三集的密卡登。那么这个玩具有放大，整体高度达到了35公分。那各位画面里头看到的话呢，是我带了这个东西呢，去找了个海滩啊，在一个沙漠地形上面做点拍照，然后给做一点节目素材。那坦白说，这款产品的话呢，我是根本就没有打算把它变形成油罐车了啊。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它的变形来说，确实因为体型又变大的关系，那本身变形来说步骤就挺多了啊。这个变一次的话呢，是非常非常伤神的。所以这一期的话，我不会给大家做一个载具的变形啊，我直接就看它的人形就可以了。那第二个理由是，它本身的载具的造型呢，就没有做到很完整。那相较于非常不错的人形状态，那我就不如以永远的人形让它做一个站姿的表现。刚好提到它的总体高度来到了35公分，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它附带的两枚的头雕啊，都是可以发光的。但是这个电池的话呢，我没有事先去买到，所以发光的部分各位就知道一下有就可以了。但是呢，它的这个替换电池的部分呢，是把这一块拔掉。但是拔掉这一块的话呢，必须先把这脸的两侧，必须先把这两侧的部件，这边有稍微给各位做个检验，是你必须把这两侧啊，这地方要打开，你才能看到这一颗螺丝啊。你看这边没有打开，就看不到那个螺丝。所以你在安装电池的话呢，是必须把它的侧脸的部分给拔掉，才能做一个替换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很多人都说它什么金图版，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要随便侮辱"金图"两个字啊。以这款的话呢，你让远远看一下，你会发现，好像相当的有看头。但其实你细看的话呢，金图这两个字，我觉得还是你要谨慎使用一下了啊。我们先看一下啊，首先我觉得它最漂亮的当然是它的一个胸腹啊，它的这一带还有这里，据说应该是有比 UT 多了一些细节。那它的一个肚子的形状，我真的觉得做得非常的漂亮，有一个圆弧形。那上面有一些干扫。那这个铁链的话呢，装不装随便你。那我是习惯先把它给装上去。那这个斗篷的话呢，我也给各位看一下装上去之后的一个效果。那因为要给各位展示一下全部的造型，所以呢，我现在呢，把它的这个斗篷的部分给拿下来。斗篷的时候呢，装的时候它是两个魔鬼粘粘上去。那我会用下巴把它给按住，好，然后这样往两侧掰开。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斗篷的话呢，给拿下来。那它这个斗篷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再把它做得更旧一点，比方说你把它放到地上，或者是放到什么比较脏的一个地方去把它踩一踩，甚至你要用火呢，在边缘稍微烤一下，我相信它会变得更加的有一个看头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头雕的话呢，你可以做替换啊。那我这个面雕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接近于 SS31，对，没错，是 SS31。这个是脸被打坏，它这边的眼睛呢变得比较大。那相较于这个，是整个这个是这个眼睛是被打烂，这边的话是上面被打，这是上面受伤了，所以它这边的眼珠子还会比较大一些。喜欢哪一个，全看你个人的喜好啊。然后它的脖子，你看抬高，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节。这里面的部分，这个涂装做得很好，铁锈的感觉啊，完全是有做出来的。那这个 V 型的细节，还有干扫，这个地方真的是做得不错哦。它身上的精涂的部分呢，真的都集中在这一带了啊。那这里的话，这个地方车头灯的部分，这里是一个透明部件，这个诚意有做到了。上方的这一块部件，这里有一个烟熏的涂装。那两手啊，大家也知道是不对称的造型，轮胎都是可以动的，这个感觉我很喜欢。那它的手臂这里面啊，这个铁链就影响，你这样，各位听到齿轮的声音，两侧都有，平举的话呢也有。所以说这个玩具在你如果实际上你要去玩的话啊，我一再的提到说，如果说肩膀有齿轮的关节。这个玩具的质感会提升非常的多，那这一点的话呢，我要予以嘉许一下啊。二头肌两手一样都是可以转动的，那么两手的手掌手指不同啊，这个的话呢是很多细小的接近于电影第二集里头的一个手爪的造型啊，细节非常的多啊，可以动的范围也非常的多。
那另外一首的话呢，我更加的喜欢啊，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手掌，而且它有一个渐层的一个涂装在这边啊，这个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啊，这样子指一下 OP， 然后下一秒你就自己被爆头了啊。所以说这个自杀式的一个手势的话呢还是有的啊，包括这个我的哇 Super Megatron， 那下一秒就被打爆了啊。好啦，那这个手掌的话呢是它一个很大的卖点啊，这里翻到内部啊，这个弧形也很漂亮。那我一开始我提到说的啊，不要随便把精图这两个字拿出来用啊，这里的话呢相较于这个地方的伤痕累累，你这里是不是显得稍微光鲜亮丽了一些啊？所以说这个涂装的话呢并没有达到说完全的覆盖啊，包括侧边这里，你们不觉得这个很像官方 NPM 的这个 Bone Crusher 的那种感觉吗？啊，就太干净了，太干净，你真的完全可以自己再把它稍微弄脏一点啊。你看你是要用各种方法把它弄得更加的残缺一些。那腿部的话呢，这一整块大腿的这个部件啊全都是一个金属的，那侧边也有很多的细节啊，这里做得很不错，这一块也是金属啊，就整个大腿这一块啊，非常冰冷的感觉，握在手上的一个质感是非常之不错的啦。然后这个小腿这边、啊、做得很大很厚，然后有一些管路的一个点缀，但是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啊，这个以整个精图的部分还是集中在它的一个肚子那一带，这边都太干净了啊，这边如果你自己愿意再渗线一下，然后这些螺丝的部分你再给它补一些，它真的会更加的有看头，那这是它背后的一个造型。好，那整体来说以人物的一个战师的形态，我们这样看一下啊，这个枪背在后面，那这个我还是提一下，这个链条是我自己先找个地方先随便放一下啊，如果你有更好看的一个堆叠方法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再做一个展示，比方说这个地方就跑到了这个跑到胯下去了啊，就有点影响它的，有点影响它。我记得啊，对，我记得我当时是把它挂在这个像是烟囱一样的后面啊，这样一来就不会往下垂了啊。那再提一下，它的这个枪啊是可以轻松的用这个背带把它拿下来，然后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它的背后的这个分色比 UT 要再多一些，而且它的这两个烟囱的管子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属部件，两根管子后面算是闪闪亮亮了啊。那枪也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啊，它可以握在手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枪好像就感觉是不是太小了一点啊，如果说再做大把一点的话是不是会再好看一些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这样子一来就有一个持枪的感觉，但是真的太细了，这个枪的大小啊，对，我个子这么大，你这枪给我做的是不是不太符合我的比例啊。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DP01 的 KO 了 UT 有加以放大，大概放大了大概应该是35公分，那本来的 UT 大概32左右，大概放大了大概1/10的量，非常有分量，作为人形展示它绝对是一道非常亮眼的风景了啊。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